今天这个无花果熟了，掉下来了。这个品种应该是英国的那个派莱利诺，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大巴吧，巴劳奈。结了一个这个颜色，红色的，挺漂亮的。给它切开，一会给它切开，看看什么肉，什么肉。可以，好了。你来吧。可以切开了，看一下里面果肉怎么样。这个英国叫什么派莱利诺，英国的本地型品种，相当于中国的巴劳奈，这个里面的颜色还是也是紫色。英那国种出来的都是紫色，肉像，你看一下，好像跟我们中国的那个以前那个本地不一样哈。不是英国的天气问题，它种出来的就是这种颜色。看呢，这外面也是紫紫的，有点带不紫是，色这哈。个是红色，它中国是比较红一点。试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？我就先试了。好像又不是，怎么样？清清甜甜的，然后有点带脆的，没有说是那么软，是还没熟透还是？可能因为我们小盆种嘛，这个可能有缺水。不过这个好吃，比较清甜。这个一中国相当于巴劳奈嘛，这个不今错，天的视频就分它享里到面的这些，籽很大，很感丰谢你富，的收看，谢谢大家。果肉很多。